你要是我公布答案，准备好了吗？好吧。第一个，说出你最喜欢的三亚的三个特点。热，然后有海，有好吃的水果。第二个，去 KTV 必点曲目是什么？好久不见。更喜欢在热带岛屿游泳，还是在北极圈看极光？都喜欢。最完美的一天是怎样的？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可以放空一天，然后度假。出游时喜欢提前计划还是跟我走？都会有。说一句你觉得最凡尔赛的话。怎么吃都不胖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手机没电和出门忘带钥匙更怕哪个？忘带钥匙。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什么鬼呀、啊？刚刚说过。非常的红色号。大红色。你的冰箱里出现过最奇怪的东西是什么？我的冰箱里没有奇怪的东西，我不会允许奇怪的东西在我冰箱里。你最近生活最大的昵称和称呼是什么？秦三岁。如果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你会推荐他的一道拿手菜是什么？煲汤。紧张的情绪会有，我现在坐飞机会紧张。早晨醒来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睁开眼睛。出差时有什么应对时差的秘诀？熬着不睡。熬夜和早起分接受不了哪个？早起。如果让你在学校教一门课程，你会教什么？语文课。去光岛带一件什么物品？带个哆啦 A 梦。爸爸妈妈。最喜欢喝什么饮品？可乐。你的微信有多少好友？好多好友啊，上千个吧。你是慢热型还是自来熟？走得很近的话一定是慢热，我会表面自来熟，但其实心里很有距离。最想尝试的发色是什么？粉色。最后一个是最喜欢变美超的。今天啊，你好白的。最后两个问题你的选择回答一真一假。一个是用一句话形容。完美无缺。你今年的一个野心是？走向世界之巅，尽自己所不能及，然后去挑战自己，比如说跳伞。还有一个我们的传统的，就是上一个拍摄封面的明星的一个问题是：有喜欢的人吗？是谁呀？有啊，比如说我的粉丝们，我的家人们，还有我的工作团队人员们。可以对下一个拍摄明星提一个问题，无论男女，什么问题都可以。演艺圈，你要说出一个你最讨厌人的名字。演艺圈，你要说出一个你特别想娶或特别想嫁人的名字。哇，好坏啊！